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跟宜兰县长林姿妙一同出席位在板桥区农会的黑尾鱼产季行销活动。那么苏澳区渔会呢，跟新北市农会携手合作，共同签署 MOU， 共同推广宜兰苏澳的新鲜黑尾鱼产品。侯友宜戴上厨师帽，当起一日厨师，秀出一手好刀工，简单划两刀，现切黑尾鱼生鱼片上桌。门堂澳优质海味，赞！黑尾鱼讲起来是黑金啦，哈，上好食，上营养。刚刚讲的哦，脱落那是真的要吃到都很不容易，尤其新鲜很重要。所以如果透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达到消费端，新北市一定爱全力来集齐。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宜兰县长林姿妙一同出席黑尾鱼产季行销活动，不只可以品尝到美味的黑尾鱼，现场还有热闹的舞蹈表演。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全国农渔产销售通路受阻，因此苏澳区渔会跟新北市农会携手合作，加上板桥、汐止、深坑三峡农会以及台北市农会，总共七家农会共同签署 MOU， 透过新鲜直销的方式，让大家享受到来自宜兰苏澳犹如现捕的渔获。我们宜兰县南方澳这个黑尾鱼一档，我们的新北市民尝鲜又好吃哈。所以拜托新北市民，咱今仔上重要，宜兰关好山好水好风景，最重要也有好渔获，那个倒卖倒销，在疫情严峻的时候，大家一起携手合作，共度我们渔民的难关。未来民众不只可以在新北市买到新鲜直送的渔获，还可以透过美味得来速网络平台线上订购。透过这样的合作，除了帮助渔民增加收益，也能让更多人除了品尝到台湾最新鲜的黑尾鱼，就连其他优质水产也能轻松出现在家里餐桌，与重要的人共享美味时光。记者综合报道。